降落之前，先把飞机水桶里面的药清干净，往里面加6升以上的水，然后按一下水泵开关，把水泵里面的空气排干净，然后确保水泵能吸到水。啊，然后遥控器这个界面右上角3个点，第二个小飞机图标，第三个水泵喷洒设置，然后点一下这个流量校准，然后我水桶里面加入了多少升水就写多少升，5升，完成，然后点击开始。现在就是校准成功了，行了。